欢迎收看由熊老师陪你教数学。那这个是我们第二章平面坐标的和二元一次方程式的教学的最后一堂课。那在这堂课我们要来练习，要来认识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作业里有这么一题，有四条线，一个是 2x 加 3y 等于 6， 一个是 4x 加 6y 等于 9， 一个是 x 等于 5， 一个是 x 减2等于 0， 其实 x 减2等于0就是 x 等于2啦。好，他问你这四条线围成的四边形面积，那么我已经帮各位把图画出来了，虽然不见得十分的标准，那但是相对位置是对的。然后注意这个这个焦点，紫色跟橘色的焦点并没有刚好在 X 轴上面，在它上面一点点。那这样子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来求解呢？你会发现这里是变两倍，这里也是变两倍，那但是这里并不是变两倍，所以这两条线其实平行。这两条线其实平行，所以它变两倍变两倍，那它们两条其实是平行线。然后这个 x 等于5跟 x 等于2也是平行线，所以它是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求解的方式是底乘以高。那底要用哪一个呢？因为这两条是牵直的，所以底我当然是找这两段了。那这两段比如说我可能用2带进去会比较好算，所以我用这一段这个2带进去这个里面去求，你会发现它是2带进去 ,x 等于2带进去，它是4加 3y 等于 6,y 是三分之二，所以这个点它是二三分之二，可以吗？好，二三分之二，写大一点。好，这样子。那再来二带进这个里面，八加六 y 等于九，所以六 y 等于一，那 y 等于六分之一，所以这个点它其实是。这个二六分之一这个点，所以它其实没有在 X 轴上，它在 X 轴上面一点点。好，所以那这一段多长？因为它们的 X 都是二嘛，所以它的长度就是它的 Y 三分之二减六分之一是六分之四减六分之一，六分之三，所以这一段长度刚好是 0.5。可以吗？这段长度刚好 0.5， 那因为它是平行四边形，所以这段 0.5 这段也一定是 0.5， 就不用求了。那接着你要求高，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底乘以高，那它的高会是多少呢？它的高其实就是有没有高，就是跟这一条垂直的这一条线，然后也要跟这一条会垂直嘛，所以就是这一段嘛。那这段是什么？其实就是从2到5的距离嘛，所以其实它的高是3，所以其实这个四边形的面积是 0.5 乘以3，是 1.5 底乘以高，这样子。其实看起来还蛮好算的，可是你要能够发现，第一你要发现它们是平行的，所以这是平行四边形。第二，知道平行四边形之后，你要用底求高，底乘高来求，你去找这两条都是牵直的来当底，那你去算到一个底之后，高刚好是这个 x 等于5和 x 等于2，它们的距离就是3，这样子，这是这一题。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题， 2x 减 y 等于负 12， 2x 加 y 等于 16， 还有 y 等于 8， 和 x 轴为出的四边形面积，如果你也大致上把这个图形画出来，2x 减 y 等于 12， 也就是 y 会等于 2x 加 12， 过012这一点斜率是正2。那这个 2x 加 y 等于 16， y 等于负 x 加 16， 过016这一点斜率是负 2， 所以画个大概长这样。那然后呢，它会还有这个 y 等于8这一条， y 等于8这条是这一条，还有 x 轴。这样子的话呢，假如这个12这个8这个4，那这样子的话，它这四条围出来的长围出来的四边形其实就是这一块咯，可以吗？
那么这一块四边形它的面积要怎么求？它其实是一个梯形，梯形的面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嘛。那我们前面哈、已经知道，我们其实可以抓到这个高就是八，对不对？所以上底是多少？上底就是怎么样？这一条跟这一条，这一条跟这一条的交这一点嘛，还有它跟它交这一点的距离哈。那它是 y 等于八，所以如果 y 等于八的话。2x 加 y 等于 16，y 等于8的话 ，x 等于8加8等于 16，x 等于4，所以这一点是48。2x 减 y 等于负12，如果 y 是8的话，多少减8是负12？答案是负4减8负 12，x 是负2，所以这一点是负28。所以四八跟负二八的这个距离哈，上底其实是六，上底是六，下底下底过 x 轴也就是 y 等于零哈 ，y 等于零带进来 ，y 等于零 ，x 是八哈，它是八零，那 y 等于零带进来 ，x 是负六，它是负六零，所以它们两个是差十四，所以六加十四乘以八除二哈。等于二十乘四，八十，所以它的面积是八十。这是这一题。再来看最后这个，有一条直线是 ax 加 by 等于 c 哈，向右移十一单位之后变成 l 2，那求 y 的这求这两条哈 l 1 l 2还有 y 等于十 ，y 等于三所围出来的四边形面积。那这题也会有点莫名其妙哈，就是你也没跟我说这两条原本是哪一条，又移十一单位之后变怎么样哈，这样要怎么求？那么其实呢，我们 ax 加 by 等于 c 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随便画一条嘛，比如说就是这一条，对不对？向右移十一单位，变这一条。对不对？然后这两条平行，这样有没有问题？好，如题目所说的嘛，这两条红的跟蓝的平行，向右移十一单位。然后他说跟 y 等于十和 y 等于三 ，y 等于十，假如说是 y 等于十 ，y 等于三，所围出来的四边形面积，这样能不能算出来？它的这个围出来的四边形面积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嘛，它们两条平行，它们两条平行嘛，所以它的底其实就是你向右移十一单位啊，所以底就是十一，可以吗？高呢，从 y 等于三到 y 等于十嘛，高是八嘛，所以它的面积其实就是十一乘以八是八十八，这是这一题。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它的图形会长这样？无所谓啊，那长另外一头嘛。如果原本这一条长这样子，向右移十一单位，变成这样。好，我看我也没有说这个 y 轴在哪里 ，x 轴在哪里。总而言之，会有一个 y 等于十嘛？那它底下会有一个 y 等于三嘛？对不对？那这里一样是十一，这里一样是八。好，所以面积总而言之就是八十八。对，就这样哈。好。那我们的课呢，就是有关平面坐标的课程哈、教到这里。那其实后面的应用非常的广泛哈、大家在后面都还会碰到。在最后呢，我们今天有一点点的作业，是一个有趣的小这个数学推论的有名的谬论哈、大家可以试着自己做做看哈、就是你去在纸上面画出。这个总共是八乘八的正方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哈，一边是宽也是八，长也是八哈，一个正方形。然后你在其中这个五比三的地方画一条线，画好之后，上面这里这两头对角线画起来，画好之后，在底下这里也是三比五，这一点和
上面这里3:5的这一点哈、哦，画起来变成这样子，变成这样子之后呢，我要大家先想一想哈，我现在原本是8×8的图形，对不对？所以它原本的面积应该是8864哈，对不对？这些格子总共应该是64嘛。那我们来做一点点小魔术，沿着我们刚才所画出来的线哈，就是新画出来的那个绿线，我要把它切开。接下来呢，做一件事情哈，我们把这里平过来，这里平过来，会 ，OK。于是呢，你可以把它拼起来，变成一个长方形哈。在这个尖角 ，OK， 好，拼成一个长方形。那这个长方形呢，你仔细看它的长会有1234567891011213，长会有13，底下也是1234567891011213，然后它的宽有1234 5哈五块，对不对？好，它的宽有5块。然后它的长有13块，所以呢，新拼出来的这个长方形呢，它的面积是5×13是65。哎，它原本不是60块，后来怎么变65块？多一块，为什么？啊，为什么拼一拼之后跑出一块来？那这个问题哈、哦，留给大家去解答哈、哦。我在下一堂课再跟大家讲谜底是什么，就当成是作业哈、哦。那不要只是觉得说，哦，因为不可以这样拼啊，或者说哦，因为老师你拼的不好啊，因为老师你猜错了哈、哦。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鬼哈、哦，请讲出一点点道理来哈、哦。就是为什么我这样子拼之后呢，拼出来65块，原本应该是64块哈、哦，那为什么拼出来多一块？问题在哪里？好、哦。如果不可以这样拼，那是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拼？如果这里面有鬼，到底什么是它的鬼？那么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当作业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